你真好看，圆圆的脸好可爱，我们一点都不胖，吃吃吃，咱们一起快快乐乐的干饭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呀！现在是早上的8:30，然后我现在准备去菜市场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小县城的菜市场，还在想买点早饭吃，我们走吧。大雨过后的体育场看着好安静。菜市场的左边是家禽区，右边就是一些老式糕点呀、干货，还有一些油炸的散鸡、烤鸭一类的。来这家买个馒头吧。那个有包子吗？汤包、豆沙包。啊。豆包、棉花包都有。那我要一个豆沙包吧。要豆沙的。这是我的吗？要辣么呀？啊？2块钱的。烧饼就是这样做的，还有其他的做法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最好吃。我没有喝过热豆腐，所以就很好奇，就走进了这家店。这有啥喝的吗？就宰豆腐啊，好，热豆腐啊，咋喝呀？怎么这个敲？好吃，好吃，可香，这个豆腐可嫩，这个豆腐比老豆腐吃起来更嫩，比豆腐脑吃起来更实在。就是它这一碗下去挺顶的，然后上面撒了一些咸菜、蒜末，还有芝麻酱，就吃起来很香。这个锅盔吃起来有点像千层饼，就一层一层的。它就一点馅，但是让我感觉到惊喜的是，它的馒头很有嚼劲，不愧是做馒头的店。我要一个这个蛋，再要一个淀粉肠。我刚才去买了这个鸡蛋，它其实是毛蛋，但是它有不带毛的。我觉得带毛的吃起来可能有点吓人，就要的这种寡蛋。对，他们叫不带毛的叫寡蛋。还有一个淀粉肠，这都是1块钱一个。忘了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了，我一口吞了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就是淀粉肠，就上小学的时候，小学门口就卖的很多。
还买了个大鸡腿。它里面的肉超嫩，它这个肉腌的很有味道，就是里面都能吃到那种，然后炸出来的那种烟火鸟的味道，就很好吃。